七号录制开始。那个零二，一二三 ，Action！ 好，一二三 ，First and Last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Bias。大家好，我是徐浩文。我的艺名是哈格里，然后他们都叫我哈拜，然后是教英文。好爱英文，我觉得我在 Bias 里面的担当是画头发，可爱的担当，但是又有点尴尬的担当，对，对，抛媚眼的担当，同意。大家好，我是 Bias 的外国，几秒了？所以你的担当是什么？真的担当？我没有担当，全勤啊，全勤，全勤哎，为什么全勤？每次练习我都。连肚子痛都来，超感动的，很多作品都有拍哦。嗯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娜娜水七濑，然后我在队内担当应该是放空的担当，放空，随时随地都在放空跟想回家。嗨，我是 Candy， 我是门面担当。同意，好，你可以。你不是哦，我才是。大家好，我是圣心，然后。团里的担当哦，刚期待帮我想的应该是搞笑，搞笑不是他吗？不是，开他，开朗，健康，开朗，健康，健康，圣心担当，外星人，圣心与担当。大家好，我是八二子的怡静，然后蛮美，冷艳美少女，不用美少女，谢谢，冷艳，然后冷艳担当，谢谢，赶紧说。3、2、1，哇！啊，是马内，马内最小的一次。大家好，我是夏，我是担任幼稚姐姐的担当。什么？有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有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二子的 Yuka， 叫我悠悠就好。悠悠。对，然后我的担当是什么？我自己又忘记哦，话痨，话痨，话痨，对，就是话最多那一个。可以。我是 Hello， 我是白泽勋，然后可以叫也是 Corey， 然后我是全妆担的。全妆的，对，全妆。也喜欢那个妆都好少。今天我们可能可以第一次见到，不是吗？下一位，大家好，我是白泽的冰，然后可以叫我立春。担当的部分，韩国担当，还有担当。收拢后宫，我正在收集我的朋友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柔，然后我的担当大概是美萱，高做担当，长腿担当。那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，乱指神功。一啊，谁是团霸？团霸，团霸，团霸。有团霸就有什么团七，那你心目中的团七是谁呢？三二一 go。 就是我，你都指自己，我真的很难过。那我是团七嘛，那谁是团宠？团宠就是团里面的最受宠的那个。三二 go。哦，这个有点，哦，这个有点分歧哦。期待这么票，期待有三票四票的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票七的。第四个问题。好，那我们来到团里面最搞笑的人是谁？最搞笑的哦，三二一 go。 哎，要龙根。好好，谢谢大家。下一位。团内最吵的人，这个还要摸他？等一下，这个答案是一样的，应该不一样的。好，来讲讲，来试探。来，三二一 ，go！ 答。谢谁很吵，怎么办？你要指谁？对不起。第六个，团内谁最会摆 pose？ 啊，等一下，我们拍照嘛，就要摆 pose。哎，可是这心目中两个人。
好喽，三二一 ，Go！ 好准哦，我要骗你比较多。哦，我比较多，我比较会摆 pose， 是不是？我就感觉讲，我完全会讲，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哎。那你们觉得团内在拍摄时反差最大的成员是谁？反差最大哦。这个好。三二一 ，Go！忙内，忙内，几个忙内。所以，对你们来说，团内你的 bias 就是你的 pick 是谁？一人讲一个吗？一人讲一个，还是就直接指定的？好，来喽，三二一 ，Go！ 哦，其实 Candy 跟期待都蛮多。第九题，如果可以交换身体一天，你最想要变成团内的哪位成员？可以交换，交换哦，交换。你可以自己啊，你可以指自己啊。Switch your body。OK， 来喽，三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一 ，Go！ 我们是不是有谁？下一个，好，第十题，如果要跟团内其中一个人去孤岛求生，你会选择跟谁一起去？可以指自己吗？孤岛求生哦，这好难，这好难啊！来喽，三二一 ，Go！ 哎，可是可以指自己吗？我指的是可以啊，跟我，为什么？我会爬树，